你若有什么代志，可以甲我讲，我嘛会当为你做主啊。为做主，好，你叫我一声。我，你也好不了我一声咯。哎呀，英雄阿无伫个，啊，你若有什么代志，请甲我讲嘛。叫你一声好哦，什么话你让我讲会出嘴啊？啊，无你无叫我父王，无你要叫我啥话？ 你都嫁英雄来到这，啊，英雄是我的囝，啊，你当然需要叫我一声的哦。我想要叫声，但你又搁无姓声。啊，也无，我要姓啥？你，你会无比我老爸搁较大？叫阿兄，差不多应该叫你一声，叫啊。 叫正啊！你刚知影，这个到底有当时啊会散腰啊！讲笑话归讲笑话，只是老甲阿春，踮在迄个公司上吊，我是一条公主，如今来到这个大清宫地界，想不到作为孤老女子，却当出好身，关心问。 做一名七福神，刚刚我想过怕，一心愿做啊七福神，你感觉非常的委屈，也无你想要做啥嘞？既然拢是做啥，那是我阿叔，咱就无这个应招，也若无，若是会当，继续唱。
这种新闻啊，哪里是阿春这不是思想。